第一次参加这个聚会，有点小紧张，然后刚不然被退了课。好，所以现在大家看这后面就是，我之前就是 Headcam 第五，用这个就稍微做一下，这样一定要工商服务一下嘛。好，那我们今天要做的跟 Headcam 没有关系，我们今天要说的是 Big Law。我们知道为什么就是法律这件事情，裁判书这个东西，我们在网上从司法院的那个裁判书查法决资料查询系统我们查得到的，可是它其实难用。如果有兴趣的这个使用者，你们可以上去查一下，它其实不是很容易用。那我们是谁？我之前是北科大，我现在是北科大的是硕一，对。但是我们还是讲说这个专案是没有人做的好了。然后呢，我们这个东西起源是我们参加 Open Data 创新用竞赛，是台北市电脑部会办的。然后就是为了参加比赛，我们想说，哎，刚好这东西好像都没有人做，其实大概一年前的时间，然后我们就然后来拿特优这样。但是呢，后来我们想说给它做商业化，因为看起来好像有蛮有赚头。因为市场上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个裁判书查询公司，就是裁判书的这些公司，比如说法源啊什么的。好，我下面会讲到，但是因为人手不足，所以现在把它打算开放，不是弃坑哦，是开放给大家一起贡献。OK， 那法院资料很难看又很难用，第一个是网站不是很友善，它会阻挡它的来源，它就要就是说你一定要是内部查询，它才让你用。不过听说就是我刚有跟那个Ronnie 有讨论一下，不过他后来有自己有开放一点点这样。然后他会锁你 IP， 就是如果疫苗越快超过多少就不能用。然后呢，半夜伺服器会休息两个小时，所以你好东西可能都坏掉。然后商业条件超复杂，你可能要先选法院，再选日期，再选类别，再选哔哩吧啦乱七八糟的。可是都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只要想要 Google 那样就好了。好，裁判书不是很友善，因为它是纯文字，没有任何 metadata， 非常的可怕，而且它会乱弹行。它是 hurrah， 就是它帮你按 Enter， 就是斜线 N， 你就啊靠，怎么会这样？然后找个人名就会断掉，磕。文哲找到，然后呢，格式的灵乱，段落关键词可能会不一样。我们大概归类在五六种的裁判书格式，然后他用等宽字才看得清楚，因为他有细明体。然后他喜欢用 ASCII table， 所以呢，你就会看到像 PPT 那样子，一二三四五六，然后一二三四五六，然后画表格，然后合并表格，这边合并，那边合并，上下左右合并，然后就不知道怎么 passing。OK， 市场垄断，目前最因为法院的那个资料系统其实是法院做的，所以呢，他现在外面开放就是法院，然后呢，法院要钱。职工要钱，原则要钱，裁判都要收钱。好，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实裁判书是一个公开大家可以查的东西，可是它很难查，就等于不是免费的。好，所以呢，我们觉得说我们可能需要将用心的力量把这块技术建设给做好，所以做这个好有点冠冕堂皇。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做一个直接海报吗？好，做一个开放的服务，我们可以免费使用，分享大家可以分享个链接，不然的话法院连不到。然后如果大家可以做笔记，就是说哦，这段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好，就是说。造成卷毛远流就是等于什么，这样就好了。法律麻瓜可以看得懂，作为开放格式可以很容易 passing， 可以有 API， 我们可以用第三方服务，用 API 去要这些裁判书，我们就不用再上网帮法院的网站，或者我们可以一起同步这样。所以我们做什么？我觉得这个讲太多，我们就先直接 demo 好了。那所以网址非常非常简单，就是 biglaw.tw。好，所以呢，我们做什么？就是一个搜寻框，一个搜寻框，一个搜寻框。OK， 那条件在这里，你可以这边有很多，这就是法院提供你的这些搜寻这个条件都在这里有列出来，但是我们不要这样用，我们就直接用一个搜寻框好不好？比如说我想打什么马英九好不好？马英九，有没有看到我这边刚才搜寻过了啊？邱毅，这两个有什么关系吗？我也不知道，按下去看看好了。不过他需要的讨论，哎，有三笔耶，法英九跟他又有关系，我们看一下，我们看一下，哦，大概有这边有摘要这样，然后呢，我们可以查到一些简单的图表，我帮你统计过后的，然后呢，还有一些时间线图，我们等一下可以查一些比较复杂的条件，然后我们阅读一下裁判书，好，正常，然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可以帮你分，到底为什么，对不对？犯罪事实跟理由，那到底马英九跟邱毅什么关系？马英九。我注意 N 跟 N 分不清楚，好不好？然后所以这个马英九让蔡英文35万票是选举赌盘，好，这就是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就是在这边传输，就是这样子，对。然后你可以回到上一页，或是往上走这样子，他这边就是有一些东西。那我们可以查一下，例如说，有没有人想要提供一下搜寻条件的？好，那我们找赵腾雄。好，赵腾雄，就那个云雄，就像赵腾雄，哦，他有两笔。大概是这样子，然后你可以下很复杂的，例如说加减，然后括号，然后呢下完以后，我们还可以就是用这个筛选器一部分，然后它可以就是再去进阶筛选这样子，然后可以，所以大概目前就做到这边，然后还有法规资料会你可以快速连过去。OK， 那么我们就回到这里，那我们现在资料笔数只有十二到13万笔，总共类型是刑事跟民事，民事应该只有一点点。
这样年份还蛮少，13到14的7月31号之后会慢慢居住。OK， 就这样，谢谢大家。好，谢谢。